小刘，你找后山去干什么？我随便转转。你去抓蛇了是不是？ 如果要是遇上一条有毒的蛇，你恐怕就没命喽。如果要真遇到有毒的蛇就好了，能把这条命献给该献的人，也值了。你这丫头说什么胡话？我没胡说，朱教官，我说的是真话，是心里话。 我说了，我那个药是别人用的，我不管是给谁用的，只要是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这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你还是个孩子，你复原也好，不复原也好，你将来都有很好的发展。我50岁人了，我比你爸。 小不了几岁，我不在乎啊。我在乎。我还有小雨的妈妈，我根本是忘不了她的。我也不在乎，朱教官。我愿意和您一起想着她，爱着她，纪念她。对呀，不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是坚决不可能的。反正。 我坚决不离开动摇器，不离开您。陆老师，哎，这孩子真是……陆老师，也许这不是一件坏事，它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开始。你说什么呢？ 你把我住进养看成什么人了？这跟你是什么人有什么关系啊？笑话！同志们怎么看？小鱼他妈怎么看？小鱼怎么看？这是你自己的事儿，用不着看别人脸色。我是活在红尘里，又不是活在真空里。可是我觉得你人在红尘，心却在真空里。你知道我多大岁数，他多大岁数？ 年龄更不应该是隔阂。这种事情我是不会考虑的，我现在不会考虑，将来不会考虑，永远都不会考虑。你还有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我就走了啊。哎，想不想喝一杯啊？我买了瓶酒，售货员说是最好的酒。 嗯，好酒就是好酒，哎，不是过年过节的，买这酒来干嘛？你是不是又想搞什么一不可及啊？啊，你这叫什么话啊？我这天天到你这儿来蹭酒喝，我就不能表示表示？哎，你说这酒它好在哪儿啊？我怎么就喝不出来呢？哈哈。 酒是拿来品的，而不光是喝的，就像人过日子一样，也得品。这就是经常说的品味人生嘛。啊，这酒啊，我品不出来。嗯，不过我倒品得出来，柳恋对小玉还真是不错啊。要是她做这孩子的后妈，我觉着，啊，哎呀。 想喝酒就喝酒，不想喝酒就聊点别的。我对感情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。那就聊点别的。他的眼睛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谁？谁的眼睛？什么眼睛啊，老朱？
我记得你说过，你最不喜欢被人欺骗，也不愿意骗别人。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当然明白，要不然你不会找柳恋去问色盲的事，你也不会跟长双裙在这谈那么长时间。你是特务还是间谍？我想知道的事儿，没人瞒得了我。你这点阴谋诡计用在我身上还可以，怎么就用在薛莲身上呢？那你呢？老实了一辈子，现在要学着说假话了？你这究竟想干什么吗？我不想干什么，我要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出去。朱金雅同志，我请你出去。韩主任，不要再查了，好吧？我是七中队的负责人，我有权利知道真相。不能毁了他，他是很有出息的孩子。我记得你们认识的时间好像并不长吧？他是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回答我问题的学员。仰角45度，他的纵坐标和横坐标的交叉点几乎是完美无缺。他可是个好学员呐。可是这事儿，你不应该瞒着我。不是他想瞒着。是我让他瞒着，为什么呀？你不知道，总比知道了他好。韩主任，你是很讲究原则的人，这原则有时候会成就一个人，有时候也会毁掉一个人。他真是色盲。
准备输血。是。哎，韩主任，对不起，你得先回避一下。请吧。小韩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是。他一个人在操场上跳舞，就摔倒了，流了好多血。伤的，他不会有事吧？啊？你问我呢？我问谁去啊？哎，你说这丫头，没白日没黑的练跳舞，真要有什么事儿，我们怎么向上级首长交代呀？你说啊？姚大队啊，程医生，哦，情况怎么样？要不要紧？咱们这儿条件太简陋了，还是赶快送野战医院吧。到底伤在哪儿了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做剧烈运动？孩子流产了。孩子，哎呀，那就赶紧送医院吧。没事。谢谢。孩子没了，老爷子一直希望我给他生个小猫小狗。爷，明明知道自己怀孕了，你折腾什么呀？跟着七中队搞长途奔袭，半夜三更还跳什么舞啊？这是个意外。是我太不小心。你什么时候才能让人省心呢？你走吧，我没事了。你也别在这瞎掺和了。梅梅。护士。护士。早知道这样，还真不让他跟康平一起走的好。现在好了，麻烦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上哪儿去？打电话去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能瞒着首长，瞒着康平吗？这，我说，你还在这愣着干什么？你赶快给我消失吧你啊！添乱。喂，奥妈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传令注意，向七号阵地转移。小队，干什么呢？别动！站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今天有点感冒，我嗓子里不舒服。韩主任，我真是无意的。无意的？那你无意杀人，法律会不会判你有罪啊？会，韩主任给我们讲过法律常识，过失犯罪也是犯罪。韩主任，我不文明，我改正。大家都过来，快点，都看一下啊。蔡德汉随地吐痰，你们鉴别一下，这是什么行为？
林凡，到。你说，这是不文明行为。我不是随地，这里是野外。哪是野外？以你为圆心，20米半径画个圆，全区的都进来了。两个人以上就是公共场合，你在公共场合做出这样的行为，简直可耻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你脑子里的小农意识在作怪。你们都是现代化的军官，不是什么绿林好汉，土包子。回去以后，就这件事情，每人写一篇心得体会。彩蛋，到。写一份深刻检查。是。出发。他咋的了？怎么坐在那儿？有点反常啊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怎么样了？没什么事了。医生说啊，休息几天就会好。那军区那边电话打了吗？打了，能不打吗？是康复政委爱人接的，火冒三丈。这回啊，娄子算捅大了。康复政委早就想抱个孙子，这一下全完了。人在哪儿？在上面。哎，你还赶回去？他报复我，他一定是在报复我。不会吧？他不可能知道告状信的事儿。要不，我还是去坦白吧。或许能从宽处理呢。我劝你考虑好，吐一口痰和写一封告状信，可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。小蔡，你别害怕，不就是写一份检查吗？你写就是了。越在这个时候，越要保持冷静。可我真的害怕他会报复我，我不能离开七中队，我全家都指望着我提干呢。64个人不就淘汰一个吗？也不一定就落在你头上。当然了，要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那就更好了。哎，那个查安全的眼睛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？他要是走了，你不就彻底安全了吗？报告，进来。报告韩主任，这是我的检讨。放了。你还有事儿，韩主任，我有话就说。我蔡德汉，随地吐痰呢是错误，不管是谁，我都要批评。不过可能我对你稍微严厉了一些，啊，你不要往心里去，更不要成为心理负担，影响你的学习和训练。是。我听祝教官说，你最近进步很大，成绩直线上升，很好啊。这就说明你的努力没有白费。韩主任，你先去吧。是。来，坐。不必了。我想跟你谈谈。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。夏梅梅能够为了你把这事做得这么彻底，这么果断，也算得上对你用情至深了。耿平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韩墨谦那么聪明，还需要我再解释吗？我早就说过。我知道夏梅梅对你好，我知道你们俩感情，我可以不在啊，我说过吧，对不对啊？可你们真行啊，为了自己那么一点小小的私欲，你们就拿我康平的孩子撒气，一条无辜的生命还没来及走在这世界上，就成了你们感情悲剧的牺牲品。你们这么做还算是个人吗？康平，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。你少给我解释。你就是越抹越黑。
我们家老头老太太知道我跟梅梅感情不好，他一直希望我们俩有一孩子，有了孩子就是感情上的纽带，有了纽带就能维系这段感情。现在行了啊，你们俩行，你们俩就把这纽带给硬生生的就给扯断了。康平，你不觉得这种猜测太过分吗？是我过分还是你不过分呢？夏梅梅几次三番的抱怨我气馁，为什么你不明白吗？体验生活，当临时教官说的多好听啊！你说全民军的炮兵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再体验生活的了吗？康平，你冷静点，你少给我在这解释了。韩慕谦，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一件什么事儿吗？啊！我他妈想杀了你！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 这个康大公子啊，那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！这次回去还不定给咱们怎么添油加醋的汇报呢。哎，这样吧，我呀，还是回去一趟，亲自跟康复政委啊汇报一下，别按照歪嘴和尚把这经给他们念歪了。这会儿谁回去，也是火上浇油。 那也得让他把事实真相了解一下。康平说的对，这事儿啊，越抹越黑。哼，还用抹吗？不抹已经就够黑的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康平回去以后啊，军区大院准备让他弄得闹翻了天。来来来来，快坐下。 别生气了，我这呀，也都是听梅梅说的，这事儿跟人家小韩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小韩也是偶然出现在操场上的，如果要不是他的话，咱梅梅啊，还不定要出多大的危险。他说没有就没有啊，啊？哎，你信我信，别人呢？人别人能信吗？ 那你还要咋样？你还跟人小韩身上泼脏水呀？不是，拿下。嗯，你能不能给我们派辆车？干什么？大夫说了，这梅梅啊，需要好好的休养。我想把她接回咱家来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，要接也得送她自己家去。 你这去哪儿呢？我去看看康复政委，我们老家伙想孙子想的眼睛都冒火了。这功夫还不定气成啥样了呢。别去了。哟，老刘，你怎么来了？刚才我已经去过那儿。你看看我们两家的事儿，把你给惊动了。来来来，坐下坐下。老伴儿啊，赶紧沏茶。有酒没有？哎呀，酒呢不行。老伴儿，准备酒啊。 备点酒菜。哎呀，我说什么？怎么样？啊，康复政委是不是他妈气得眼珠子都快冒出来了？啊？心情不好，肯定会有一点，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。将心比心嘛。要是我孙子，我非得拍桌子骂娘不可。 你给动幺七打电话了？哎呀，没顾上。千万别打，你一打过去，还不把小姚、小韩他们吓趴下？这事儿你尽管往我身上推。毕竟梅梅去动幺七，是我点了头的。哎，我还听说她在那儿兼了一个多月的英语老师，是吗？教的还不错。哎呀，我真没想到，梅梅还有这么一套啊！ 他小姨会外语，啊，他小的时候就跟着他小姨啊，叽里咕噜的说那个外国话。哎呀，要不是赶上那个倒霉的时候啊，说不准，梅梅现在还真成了外交武官了呢。老肖，嗯，有句话也许我不该说。啥话？这丫头的生活就毁在你手里了。
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？还是想想怎么安抚康复政委吧。我又给你们带来麻烦了是吧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康平是个很有想象力跟创造能力的人。林峰，我在跟你说话呢。你恢复的还算不错，不过还是要注意休息，尽量避免重体力劳动，以免造成习惯性流产。你就不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吗？我们会通知你的家属，你还是要注意增加营养，不要给自己造成太大压力，不要着急啊，要保持平和的心态。哎，啊，有什么事儿尽管叫护士。林大夫，梅梅出院了，全好了。大夫说了，应该多住几天的，可这孩子自己提出来要出院。那他人呢？住婆家去了。什么？住他婆家去了？谁的主意啊这是？哎，康复政委那个老伴儿那脾气啊，那家伙那你知道啊，他能给咱梅梅好脸子看了？这是他自己提出来。他自己，这孩子啊，可能是觉得有点对不住他们，这所以就让他们高兴呗。嗨，什么为两个老人好啊？他这是想为……想为什么？算了算了，不说了。这也好，但愿这一跤啊，能把他爹清醒了，让他知道知道，这个世界上不光就他自己。回来了。啊。还没睡啊。你不也刚刚回来吗？啊。哎，康平。啊。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。啊。嫌我妈给脸子看了，对不起他老人家，就是这个脾气，你别放心上。我要是怕你妈给我脸子看，我就不会住到他这儿来了。那你要说什么？我想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你放心吧。嗯。报告。进来。哎呦，梅梅。报告团长，夏梅梅病愈归队，请求开始工作。病愈？刚才康平还来电话。啊，说你人失踪了，找我要人。我说夏梅梅同志，工作固然重要，可是身体更重要了，赶快回去休息吧。啊，立刻修改节目，这可是您的指示啊。哎呦，你积极要求工作这个心情我们可以理解，可是咱们更应该理解理解康复处长的心情吧。你不如说康复政委得了。好，就是为了康复政委。你就更应该好好的回去休息嘛。对待上级领导的关心，我会用实际行动来报答。可以，建哥。哎，你用你那充满着智慧的头脑，仔细分析一下。要是没判断好，肖副司令员能够专门派人打电话，让我们回去观看吗？有道理。这下我就放心了。你可不知道，这段日子
我可是不好过呀。如果小夏的节目排练不好，倒霉的不止你一个人。啊，对了，这次咱们还是去看一下康复政委吧。他的孙子是在咱们动摇期牺牲的，作为大队，我们应该关心一下首长才是。孙连那个态度啊，多满意！我告诉你，这回的节目啊，肯定是改编成功了。这台节目还满意吧？哎，这个节目搞得好，要下部队去演出啊，让我们的炮兵都看一看。那动摇期去吗？当然要去了嘛，首先就去动摇期。是。Thank you.
都好了吗？你是问我是吗？说你是三座大山，真是委屈你了。慢走。But you have affected me with lives. Constant change. It's affected my life. The world changes every day. So are feelings. Only love is forever. 刚才我说的这段话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把它翻译出来，贴在你们的宣传栏里。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来看我的节目，谢谢。Good luck， 经理，经理，喂，我韩慕谦。梅梅。哦，对了，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了。康平一口咬定孩子流产是我跟你共同合谋的阴险计划。他爸爸虽然很有首长风度，但我也看得出他很不高兴。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回来一趟。我回去干什么呀？火上浇油？你必须回去找肖副司令，设法让他把你呀尽快调离动摇期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可能会在那儿扎根一辈子的。我没明白你的意思。军区大院已经都传开了，肖副司令可能要退了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忘了，康复政委是主管干部的。我觉得你应当回去呀。我并不是说动摇期不好啊，可这儿。也不应该是你扎根的地方。七中队没有毕业，我怎么走？他们离毕业的时间也就半年多了，你还能等下去吗？干部们在年轻化是当务之急，调整也就是最近几天的事情。错过了这座庙，就再也找不到烧香的地方了。哟，这话可真不像你说的。你还真把我当圣人。我当初如果不得罪领导，我的历史就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。哎呀，听夏梅梅的话，你还是回去吧。你跟我不一样，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动摇期，你的老婆是谁？七中队没毕业，我的任务根本没有完成，我怎么张得开嘴啊？就算我厚着脸皮我提出来了，人家怎么看我呀？你这个人呐。都把阴谋诡计使在别人的身上，落到自己的身上，你简直是不成熟，就像个孩子。七中队的事儿你放心，有我老祝在，就不会误人子弟。我还是什么意思嘛？你不相信我？啊，离了你韩慕谦，七中队就垮，就是一盘散沙。脚下或许是
抬眼间，梦我想在另一个高处，骄傲却在那里等候。追一追一追你，追你，转身之间是生命的厚度，是生命的厚度。又是一场雨后，眼望着天边彩虹出露，渐渐巩固，军旗下血液被激情涌入，筋骨被信念浇筑，扬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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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扬起角度，扬起你生命的角度，又是一场雨后，眼望着天边彩虹出露，走过人生不平常的路，心中的梦想让我们一起守护。